朱毅理论认为，皆因寒湿，使人体元气充足，精力旺盛，抗衰延老。元气又称阳气，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物质，也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原动力。意思是说，人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阳气就会越来越少，因此会造成手脚冰凉，气虚背痛，行动不便。平时要精诚九族三里学、中脘穴、关元穴、命门穴，虽然不能长生不老，但可以长命百岁啊。久疗时必须选择陈艾叶，而且越陈越好，因为新艾叶中含有的挥发油较多，燃之不易熄火，会令人头痛，而陈艾叶一中水分少，同时还含有许多可燃的有机物，易燃易灭，可减少灼痛之苦。艾灸具有温阳补气、温经通络、消瘀散结、中益气的作用，或活化造血系统和增强免疫力，长救之六大穴，能有效提高抗病防病能力，还能增加阳气。一、大椎，人体最大的穴位，大椎穴属督脉，在第七颈椎与第一胸椎之间。大椎穴又名百髎穴，是督脉，手足三阳经，阳为脉之会，有诸阳之会和阳脉之海之称。此穴有解表、疏风、散寒、温阳、通阳、清心、宁神、健脑、消除疲劳、增强体质、强壮全身的作用。大椎穴的主治疾病为阳体质虚弱、哮喘、颈酸疼、肩部酸痛、手臂疼痛、手臂麻痹等。现代研究发现，艾灸大椎穴可用幼儿体质虚弱、发热咳嗽，与老年人像被微寒、用脑过度引起的疲劳、头胀、头晕、伏案或低头过度不适、颈椎病、血管紧张性头痛等。大椎穴有明显的退热作用，艾灸大椎穴能防止感冒、气管炎、肺炎等上呼吸道感染，还可用于肺气肿、哮喘的防治。二、后天之本，气足之源，足三里。足三里位于小腿前外侧，当独鼻下三寸，距胫骨前缘一横指，按压有明显的酸胀感。足三里是人体穴位中运用最多的穴位，是脾胃作为后天之本、气血生化之源的穴位代表。气虚血虚首选足三里，消化疾病首选足三里。现代医学研究证明，足三里穴位能够提高免疫力，足三里具有双向调节作用，所以从古代起就被作为药材来使用。长久足三里，生吃老母鸡，大家都知道母鸡是大补人体的，可以补气生血、补肾益精，增强人体的免疫力。但是现在的鸡不是自然生长，是靠饲料、激素喂养的，看不上营养，吃了只会对身体有害。所以古代药王孙思邈《千金方》中曾说过，若药安三里常不干，这句话就是说，如果要想身体健康，足三里穴要经常保持不干燥。三、任脉穴为关元，关元在下腹部前正中线上，当其下三寸，简便取穴，四指并拢，置于其下横量，在小手指的下缘处取穴。关元穴的作用，温肾阳、虚壮阳的作用。关元穴是小肠经的募穴，也是脾经、肝经、肾经、任脉的交穴，位于下焦，内有肾脏、小肠、膀胱、腹包宫、前列腺等脏腑组织，故有统治三阴经、任脉诸经疾病，具有补肾壮阳、扩通经络、理气和血、补虚益损、补益神之元气等作用，是男子藏精、女子蓄血之处。从古到今都把此穴作为保健药穴。 A. 元气亏损的病症，如中风、脱肝、身体无力、易疲劳、怕冷。 B. 男科疾病，如遗精、阳痿、早泄、性功能低下等。 C. 妇科疾病，如月经不调、闭经、痛经、白带病、子宫脱垂、功能性子宫出血等各种妇科疾病。 D. 还有就是下焦疾病，如痢疾、脱肛、疝气、便血、小便滴漓不尽、尿频、尿急、尿痛等。特别是老年朋友，如果在伏天坚持灸关元穴，尿频、尿急、前列腺问题就自己解决了。中老年人长久关元穴可以强身健体，
延年益寿，大家不妨试试。四，人体先天之本源，生命之根蒂，神阙。神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肚脐眼。我们知道胎儿在母体的时候是靠脐带连接到胎盘，接受母体的营养。古今以来，大家都十分注重神阙的保养，称神阙为人体的先天之本源，生命之根蒂。本穴门为通元阳，复苏固脱，调和脾胃，益气养血，对消化不良、腹泻、下痢、虚喘等有防治作用，还有提高免疫力、调节脏腑功能、延缓衰老的作用。可以按摩和艾灸法，其中按摩最简单，艾灸最有效。五，一切脾胃之疾无所不疗，中脘穴。中脘在上腹部，前正中线上，丹脐上四寸，点点取穴，自己手脐上四横指。中脘穴为腑会穴，同时又是胃的募穴，因此对于六腑的功能均有调节作用。六，生命之门，动力之源，命门穴。命门穴在腰部，当后正中线上，在第十四椎下，也就是第二腰椎棘突下，前方平神阙穴，因本穴在两肾之间，也和两侧足太阳膀胱经肾俞相平，因此有生命之门之称，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动力源泉所在。命门穴的功能体现了肾阳的作用，对男子所长生殖之精和女子包宫的生育功用有重要影响，对各脏腑的生理活动起着温煦、激发和推动作用，对饮食消化、吸收与运化以及水液代谢等都有促进作用，因此认为是藏真火之穴。命门火衰主要表现四肢清冷、虚损腰痛或五更泻，男子阳痿、早泄、遗精，女子月经不调、经痛、宫寒不孕等虚寒症状。根据临床实践，命门和神阙穴组方重要第一，九命门可培补肾气，振奋肾精，使阳气充盛行。神阙属任脉，为生命之根蒂，九支可扶阳固脱，二穴相配具有温肾壮阳、回阳固脱之效。七，扶肾首选穴位太溪，太溪在足内踝与跟腱之间的凹陷处，用力按压时脚趾会出现麻木感。太溪穴为肾经的原穴，是肾经元气经过和停留的腧穴，肾藏精，分化阴阳，因此无论肾精虚还是肾阴阳不足，都可以用太溪穴来补养。以上这些穴位如果在三伏天艾灸，会解决你的体虚病多的问题，如果常年坚持会延年益寿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